最近我们评论区有句话非常的火，叫人穷莫娶美娇妻，不信你问武大郎。说得好，但是大家可能对武大郎有误解，他可一点都不穷，人家可是一个残疾人个体工商户，靠卖炊饼买了一套几百平米的连体别墅，沿街两层楼，可以商住两用，关键是媳妇儿还不用上班，这些你都能做到、哦、开玩笑了兄弟，那可是要票子的呀。那我们也不要老是去说别人人傻钱多，人傻钱多，不要去羡慕嫉妒恨，没用。那我们应该反思，同样都是傻，为什么自己没钱？或者说既然自己比别人聪明，那为什么人家傻子都比我们有钱？最近在乎才能靠自己，别让别人把你瞧不起，遇到点挫折就想要放弃。好，可是。